齐条，齐条，你没事吧？ 我们都已经找过了。福源是用这个洼地道的，啊？还用盐腐蚀墙壁，加快挖掘的速度。哎，你怎么知道的？张嘴。啊！不，咸的。那盐从哪里来的呀？ 是蔡芝，那挖出来的沙子跑去哪儿了？他利用每天放风的时候偷偷的把沙子带出去。你错了，他已经半年没有离开这个牢房了。他是坐长官的车从监狱的正门离开的。那他干嘛挖地道啊？刚才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才爬出这个地道，也就是说，当你们发现这是条死路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为什么？
长官，有你一封信。东路，你好。相信你已经猜到我是怎样从牢房中消失的。不过你最想知道的，应该不是这个吧？我在襄城。 半年了，没想到在我离开这天见到你。小姐，闭嘴！30年前的东西你还留着？你还在说风凉话？别闹了，小姐，我们还有赶着上船呢。这口气在我心里面堵了这么多年，今天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宋东路。 你说啊！说什么？你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一句对不起都没有吗？我只是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你混蛋！对不起，没事，对不起。 The real problem is the Great Depression. It's taken away the market for our products, and I'm afraid that in the long 不缺则贵，我已经下令将囤积的农产品全部销毁。I don't know, chap. Do you think that's wise? 货卖不出去，现在的价位降到新的低点。我们只有把整个市场推翻重来，农民在不远的将来就能挣钱，经济才能反弹。我呢，已经关闭了部分工厂。 准备开新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以更低的价钱聘请工人，同时也能制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你想，人人忙着开工，谁还有闲情闹事儿啊？我的银行准备加印更多的钞票。 Yes, but if you do that, your currency will lose a great deal of its value. 这个不用担心，你只要督促老蒋尽快的把黄金储备运回来就可以了。Well, I suppose we'll do it your way then, eh? But that means you'll stay here then, doesn't it? 甭听他们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离开这儿呢？ Because this is, after all, your business, and if you were to leave your business, it would disappear. 怎么会呢？襄城的盐和店不都是你们洋人管的吗？我爸想分一块还不行吗？这下再说。见到你很荣幸。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爸，
闪开！小姐，我怎么跟老爷交代？按家规。来，开，走。哎呀，来来来来，小，再压小，摆好了。哎，别动，别动，来来，开开开，小开，小开。 走吧，走。我输了就上船。3、4、5，12点。1、2、3、6点。 我是来带你回去的，几乎都认不出你。为了见你，我努力恢复成从前的样子。半年没离开过牢房，一定很辛苦吧？你放在那儿，我差点没看见。 2年前你自首，现在为什么又越狱？我回答你一个问题，你也必须回答我一个。你有没有想我？有，我总是想着怎么样来逮捕你。 兰姨是我老家的奶妈，感情和我生母一样，叫人给害死了。你是为了报仇，才越狱？伤害她的人应该受到惩罚。那你叫我来是要我帮你，还是来阻止你？阻止我吧。 我答应你。陪我去个地方。假设你是一个火车司机，这列火车正在铁轨上高速行驶，突然你发现，在铁轨的远处，有5个工人在那里工作，你又没办法让火车停下来，因为火车的刹车失灵。 你只能眼看着他们死亡。这时候你发现，在前面岔道上，只有一个工人。只要你愿意把火车往岔道上面开，牺牲一个人，挽救5个人的性命，你们会怎么做？有多少人愿意把这列火车往岔道上开？请举手。 好，我们再设想另外一种情况。这次，你是一个旁观者，你是站在月台上，有一列火车即将驶来，在铁轨的远处
还是有五个工人正在那里工作，火车的刹车又失灵了，火车很快开过来就会撞死这五个人，你仍然爱莫能助，直到你发现有个胖子站在你旁边。好，现在你只要推他一下，他就刚刚好跌下铁轨挡住火车，但是必死无疑。同样，牺牲一个可以挽救五个人的性命，那么现在有多少人愿意选择推这个胖子下去？我会。你会？你真的会？真的会。那大家要小心点，在火车站月台上千万别遇见他。那有多少人不会呢？你呢？为什么两次都没举手？我正在想是不是可以稍微变通一下，就是我自己跳下去。你的想法很好，只不过你的答案偏离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何为公义？一开始大家觉得牺牲一个人保住五个人是对的，到了第二种情况，你们认为杀了这个无辜的人是绝对的错误，为什么？其实公义是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只要争议存在，多一个声音，公义就会存在。不跟他打个招呼吗？我只是在监狱看过他的著作，很想上一次他的课而已。别那么在意啊。火车快到站了。最后一段路，我们好好走完它。救人，死了。别跟着我。当心鞋印。
喂，你们两个，别动！啊，我别动，你别动，小心！干什么呀？没什么好看的，走了。哎，你们两个，跟你们说，跟我回警局去。 名字，松东路，天成县来的警政官。你是警政官呐？那我是神探陈茂京了。他呢？不认识。我是他妻子。差一点就是。你们两个搞什么呀？想唬我呀？坐好。 干嘛要跟着我呀？我们俩就当不认识就好了。我们本来应该是夫妻的，怎么可能不认识呢？你虽然不关心我，但是我关心你。你跟坟场那个女人什么关系啊？签字。 本人松东路承认推李中志下楼。不对，如果是的话，天台上应该有搏斗过的痕迹，而且不止一种鞋印。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那你一定是先把他打晕，然后再把他背到天台边缘去。 扔下去，哇！这样呢，就只有一双鞋印了。死者的舌头有咬伤的痕迹，证明他落地的时候仍然有痛的感觉。还有，如果被人扔下楼的话。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觉得有点怪。哪里怪？鞋印，在天台上的鞋印，向里的和向外的都有，也就是说，死者在临跳楼之前曾经回过身。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还是听到了什么？请问你是哪位？ 这是死者穿的衣服。我想让你证明，他是被谋杀，而不是自杀。你的上司已经同意，让你留下来，协助调查。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是真的？我已经给了他们应得的工钱，他们不是奴隶。 对不起，害得你误了船。你打算去哪儿？欧洲，去嫁人。那，我陪你去找你的仆人，也许能赶上下一班。
送我去嫁人，你就无愧了吧？我不会走的，我要跟着你，看看你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永远不会犯错。我是就好像刚才那个命案，你是因为那个花轿的女人才接的吧？你怀疑她为什么刚好出现在跳楼现场？你是一直跟着我们的，她都没离开过，你觉得她能做到吗？看，我就知道你得替她开脱。要是你能对她大公无私的话，此案一了结，我俩彼此各不相干。行。哎，你去哪儿？查案。现在你是我的助手，一个女的跟着个男的，总得有个身份吧。小香，你爸去的地方，你我早晚也都要去。别哭了，啊，别哭了。我是调查这件案子的，你们是死者的亲人吗？他是我儿子，小香是我孙女儿。喂，说完了吗？哦，赶快回去工作。对不起，对不起，小香，快回去工作。快点，快去，快去，快点。五年前，陈方少兰回到这条云溪村养老。一年前死的。你这地头蛇，想耍我吗？喂，我是警察。你们不信我，可以去找高敏雄的保安队啊。他们什么都管的，这里的人都怕了他们。反正你也闲着，就当陪陪我们。请问，这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啊？听说全死了，大地主要收光他们的棉花，村民们反抗，还把棉花偷偷藏了起来，地主就叫警察把反抗的都打死了。喂喂喂，不是这样子的，是保安队干的。你也在场？那些走狗，不止打死反抗的，还屠村。他们懒得一个一个杀，索性挖了一个大坑，把死的、活的全都推下去埋了。
目前只能推断傅园要对付高敏雄，但不一定是坠楼案的主谋。我的直觉，他就是。 霍教授，你就是负责跳楼案那个？是，松东路。啊，你好。我想知道，在死者身上，是不是写着“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这几个字？你怎么知道？一年前，我收到一个叫傅园的读者来信，他说对我在天光日报的专栏很有兴趣。我觉得奇怪。 一个杀人犯为什么会写信给我？但是最后我们成了笔友。是什么专栏？侦探解剖室。通常我会跟读者讨论侦探小说里那些杀人情节，或者对案件的疑问。半年前，他提议我在专栏上刊登一个文字解码游戏，就是这个，玩法就好像折纸那样，在他设计的游戏纸上面。 找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当时很受欢迎，特别是我的学生。这多少次啊？12次。有那么难吗？再试试。 哎，我解开了，看见没？ 看见没？谜底是把谋杀伪装成自杀。当时我看了心里很不安，但是又觉得游戏嘛，所以我登了第二个。提示一：折纸9次。提示二：把三角形折成三角形。好啦。 如何把谋杀伪装成刺杀？请记回答案。之后我登了第三个，这一次的折纸次数是零。不可能。难道是水浸泡？用火烧吧，鸭子用火烧一定很好吃的。 8月20日，9时整，荣乐路10号，把谋杀伪装成自杀，在死者衣服上写“高敏雄逼工人为奴，还我们工钱与尊严”。这个案件发生之后，我终于明白，原来他一直利用我对他的好奇，就是要成就这次全程参与的杀人游戏。 又有人跳楼了！看看，看看！我们能过去了吗？小心门口的鞋印。 当时天台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一直走到这里，另一个就站在门口。你怎么知道的？他们俩的鞋底有相同的泥，干湿度很相似。看看自己的鞋印。 凶手知道我们一定会经过门口，破坏证据。高敏雄，你出来！你将工厂关闭，再改名重开，用更低的工资品位工人，你是骗子，剥削工人！我们要建工时。
下凡。小凡，你先下来。你说有些东西存在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但失去的时候却痛苦万分。我现在就要捍卫这东西。你下来，不要！帮我打开门！你跳，会有更多人跟着你跳。你要做烈士还是罪人？走，走啊！九月初七，大家再来包围雄壮大楼。走吧，走啊，走啊！这里也伤到了。啊，好，我来。啊，不用，这个是老毛病。吗啡？每天都要打三针。我觉得现在跳楼自杀这种行为已经传染开了。哎，高老板，你给学生上的什么课？竟然出来搞动乱！要对付你根本不需要这些学生。你们仇富，是因为你们的能力不够，你们希望把我拉到像你们一样低的水平，这样做公平吗？我不认同你。但是我绝对尊重你表达意愿的自由和权利。只要你有能力，肯牺牲，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像我一样，做一个赢家，创造财富。你已经和那些权贵垄断了所有的企业，他们没得选择，注定是输家。你被解雇了，给我滚出学校。高老板，黄金已经运到，高亮他出了点事儿。他跟你说了什么？爸爸，你爸。你要不要一起抽啊？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说你打算离开乡城，他会带我。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儿？没有了，这真的没有了。不能有下一次了，这样很危险。
我想看一下傅园和那些读者的来信。你怀疑我的学生？傅园第一个带我去的地方就是你的教室。黄兴先将对方打晕，然后割其手腕放血，造成自杀的假象。用这个方法弄伤他，原所造成的伤口跟意外所造成的很不同，容易露出破绽。 催眠，我看，引发对方埋在内心深处的悲伤或恐惧，使他们从正常的意识转移到另一种状态，然后对他们发出暗示和指令，让对方跳楼自杀。我来试一下，在英国的时候我学过。 那你就是没有实际经验了。你试试闭上眼，全身放松。你现在幻想自己是一根羽毛，很轻，很轻。你叫我幻想自己是根羽毛，你想让我觉得很轻，还有放松。那为什么你不说空气呢？空气更轻。 你试一下，别说话，放轻松。幻想一下，现在风和日丽，你浮在大海上面，内心放松，肩膀放松。我一个人怎么会在大海里？一个人在海里很危险，很难放松。 投入放松，好专业的技能。你不如放音乐，简单点。你现在身处监狱的走廊，每天都是那股潮湿的气味。你喜欢听到皮鞋的咯咯声，那是你爸爸回到办公室的声音。 小时候的你跟着爸爸上班，你喜欢数监狱的铁栏杆，一根，两根，三根，四根，364根，每一层有364根，一共有4层。 那就是1456根。爸爸，我要掉了。你有没有做过后悔的事？我从不后悔，即使那件事情是错的。我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都会认定是对才会去做的。 你凭什么决定对与错？你只是个普通人。结婚当天你为什么没有来？我们两家是指腹为婚。没想到你姐姐夭折了。你出生时已经是15年后。我们只见过2次面。第一次你4岁。 我还抱过你。第二次是我爸生日，老人们就定了我们的婚事。我都已经不介意了，你为什么不能尝试着跟我相处呢？不去相处，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幸福不幸福呢？跟我一起是不会有幸福的。那傅园呢？一样。 把枪对着头。如果再办一次婚礼，你还会不会跑？跑。开枪！<笑>
刚楼下有人来拿封信给你，说是你朋友。对不起，这封信算是向你赔罪的。我不能给你抓到，要不然你就不会留下来陪我。能和你分享我的秘密是我最大的快乐，所以现在我就告诉你，我为何半年不离开牢房。确实这样做很辛苦，不过我很享受这漫长的计划。当所有人都慢慢地把我忘记，忘记了我的存在，忘记我的样子，等我再出现时，我已经是另一个人。我真正的活过来了。活着和活着有意义是有分别的。七月初一那天我离开了，所有人都习惯性的认为我在牢房中。那天我一步步慢慢地走去长官的车旁，你一定在想，我怎么可能走过而没有被发现？因为人们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你拿着的是锤子，那你只会看到钉子。我知道只有案件和线索才能留住你，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我和你遇上的那宗跳楼案其实不是首宗，这是天光报读者寄给我的，这个人真真实实的把答案干出来了，所以他也一定会替我完成所有事情，而我所设的开局也到此为止。这个读者会继续为我推动，究竟这个人是谁，我也很期待你能查出这个消失的凶手。小心点呐！你还是跟着我吧。我想我们找到了一个证人，他应该看见了整个事情的过程，而且见过那个凶手。这哪来的狗啊？一定是那个死者的，他脖子上缠的这个布条跟门口那块是一样的。你们别吃我的平安。
能偷偷的来喂他。小妹妹啊，我们是警察，不会吃你的狗的。你妈妈呢？她是死者的女儿。小妹妹，你的狗可以帮我们抓到害死你妈妈的凶手，所以我们要带这条狗回警察局协助调查。你太残忍了。小妹妹，我们呢要把狗狗带回去当警察，在那里有吃的有玩的，他会很开心的啊。今天是我最后的一堂课，希望大家会记得我提过的问题，回去好好思考。嗯，他真的行吗？当然。现在警察办案，同学们冷静。在之前的连环跳楼案之中，我们有可靠消息，怀疑在你们班里有涉案人物，所以带着证人来指证。好了，大家排好队，等会儿这只狗就会从你们身后经过，它认得出谁是凶手。到此为止，麻烦大家了。高亮为什么反应那么大？还有令晨。心虚。我要是拿着把茶壶问他，茶壶的神灵也会告诉我他们所做的好事。我想他们也会吓出一身冷汗。令晨如果是主谋，动机很明显是针对高敏雄，但高亮为什么要对付自己的爸爸？传票。那时我在欧洲留学，那帮军阀抢走了我家的所有家产，之后我爸爸自杀死了，我为了回来要卖掉所有的东西才有钱买这张船票，所以特别珍重。是，有些事当它存在的时候，你觉得是理所当然，到失去了，你才会痛苦万分。你的伤很久了。我要洗伤口，你不介意吧？我上船之前做过一次手术，一直都没好转。回来之后我又做了20几次手术，到现在都还疼。用吗啡止痛等于慢性自杀。伤口总是反复感染，早晚得死，不用吗啡我得疼死。所以结论是，我知道挨不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哪天，但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好了，你下一步想怎么做？继续找心虚的那个，再吓一吓他。少爷在那儿。好。走啊！你杀了人，我要抓你。没有，我只是帮忙埋了人。你要干嘛？
你是来向我汇报的吧？是。你儿子承认他杀了人。啊，我没有。够了！我只是让你调查坠楼案。 剩下的，你别管。一条人命值一块金表。袁西村一共有78条命，那我不是发大财啊！你攒够了78块金表，再来找我。 走，你不是这里的警察，没有权利带走他。对，毛巾，你儿子承认埋尸，这位警察会带他回去，到时我们就知道谁是凶手了。走，你别做后悔的事情。我从不后悔，爸。 过了再说吧。小香昨天跳楼死了。我知道。我过来陪你啊。你，啊，你来，你来。 慢慢，坐，哎呀，坐，哎，坐，我一定会帮他们讨回公道的。你一定要等到那天。小香最喜欢看我的表演。 我可以隔着帽子喝酒，我不相信。不信是不是？哎，不信是不是？大董，嗯，看着，看着啊！啊，喝完了。不可能。 这小霞在世的时候，他也说没可能。厉害吧？厉害，你的。谢谢，谢谢。 我爸的枪你还带着吗？当年你爸在我家赌场压下这把枪，赌的是你全家的财产。
今天你压下的可是你的命。一切小心。我只是想对得起死去的人。有些事情如果是对的话，就应该去坚持。打我！啊！打我！东路，你不打我，我打你！什么意思？您复原出来的唯一方法是我，他最喜欢看到我查案。干什么？够了！喂，我还没打到呢。要打跟我打。以你的智慧，要杀高敏雄一点都不难，为什么要连累无辜？你到底想干什么？宋东路，你知道吗？把你最痛恨的人杀掉，其实一点快感都没有，有的只是空虚。因为人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是后悔。所以我要把敌人扔进装满毒蛇的麻袋里，让他每分每秒都尝尽和痛苦并存的滋味。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平静。把他交给我们。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先走。请拿着。听话呀，废物！给爷叫两声，叫两声。好，好，我们叫。起来了，你找死啊！鲛人，这些年里，我做了些事。有很多都不是我想做的。这几天，我才重新又发现，其实我从小就想当个警察。今天呢，我就要当个堂堂正正的警察。老子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警察。我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警察。滚！
在迷惘孤寂，让我们前进，让我们靠近，一起走一条船一条心，火一般的心轰轰烧不停，一起走一条船一条心。你还是阻止不了我，自杀案一旦开始，不管你抓不抓得到凶手，都会一直持续下去。不过你抓了高敏雄的儿子倒是帮了我。你想知道凶手是谁对吗？我告诉你，能破解灵哲的人就是凶手。我知道谁能破解灵哲。那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是因为他亲口告诉你的？是。他想我帮他推动整件事。我已经通知了监狱长，有人会带你回去。你答应过我的，你说你带我回去。案件进行的如何？霍教授，我很好奇，哲学到底是什么？寻找生活的目的。你会不会玩？一旦找到，哲学还有没有意义？没有，跟废话没分别。那你找到生活的目的了吗？你开始怀疑我。如果我真的是凶手，怎么会主动和你透露一切？继续吗？我看过你的专栏，很精彩。你把复原的事情告诉我，是希望警察掌握线索，并展开调查。越多人关注，报道就越多。鼓吹以自杀控诉高敏雄的力量就越大。好多人都知道袁溪村的78条人命是高敏雄下的命令，不过没有证据。就算有，只要肯出钱，到最后就是找一个人来顶罪。其实有没有罪，不是靠真相，是靠实力。像你这样随时都会死的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不用着急，你很快就会知道。还我尊严！还我尊严！为什么我们每天工作17-18个小时，拿这么点工资？高敏雄！给我拿两张去东镇的火车票。不好意思，先生，城里面的工人要罢工，火车误点，你现在走不了了。他们决定9月初7发动大游行，包围这里。
我们在同一天举行游乐会，分配食物，有吃有玩，人的要求就不会太多。干掉他。干什么？我要知道真相。真相，霍教授。你要的真相在上面。别跟着我，行不行？别跟着啊！过去。跳下去！你不跳下去，死的人就是他。你不会杀他。你说的对，没有人会相信。直到你看到下面，等那些路灯都灭了，我再不肯跳下去，你还会说不止杀我一个，还会杀了我全家。只要你跳了，你会求婚你全家。没有人能不懂这个道理。哼，令晨，你搞错了，长胜不是我的亲人，我不会为了他跳下去。
像我这种不肯跳的人，你到底杀了多少？这个你不需要知道，因为过了明天，高明修垮了，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平安会救我，你信不信？平安，看住他。做个堂堂正正的警察就这样？为了改变要害死那么多人，为什么你自己不去跳楼？跳啊！你别忘了，我那天可还救过你呢。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知道你之前去过那里。你还是跟着我吧。我只是一颗子弹，扣扳机的人不是我。霍教授的计划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说什么都不重要。东洛，你们在干什么？还有个炸弹放在示威现场，你是抓我还是救其他人？高明修赔偿道歉！这么多人怎么找啊？霍华的目的是引起动乱，炸弹一定藏在人群中。炸弹一定装有定时器，可能有机关，打开会爆炸。不打开怎么找啊？你听力那么好，能不能听出哪个棺材里有声音？怎么可能啊？不如疏散他们吧。哎，有炸弹！哎，有炸弹！快跑啊！有炸弹！哎，有炸弹！你是想法土方的大当家，再乱你也要挺住。我们没时间。
别松手。我们不会停步，高明雄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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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吧。必须怎么讲？哎，不要。东路，你准备好剪哪条线了吗？不要啊，剪刀，剪刀，这里没有剪刀，我也没有剪刀，我没有剪刀，你没有剪刀。东路，你爱我吗？多读点书你就懂了，拆炸弹不是剪什么线，而是把信管拆掉。刚才你跟我说什么？高明雄出来。可以回家了。Yeah.
来。时刻准备好，听我命令。什么都告诉警察了。我没有，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偷运黄金的事儿。谁是朱某？我不会说的。报仇，好啊。控制室应该有阻止火车的装置。谁是朱某？我会让你痛快的死。说。
你瞎指什么呢？啊，你瞎指什么呢？瞎指什么呢？问你话呢？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煽动抗争搞动乱，逼高敏兄把黄金带走，黄金对你来讲比公益重要的多。没人可以定义什么是公义，我知道怎么可以消灭不公义。人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是后悔。
傅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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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天冒金真的开枪杀我，你会跳下去吗？不会。早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不去欧洲了吗？不去了。我也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走我自己的路。我们应该不会再见了吧？你这个人呢，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了一辈子的孤独。我没选择孤独。你真的好讨厌。谢谢你。怎么？其实那天你根本就没有被催眠。
伞，不碰我的肩膀，只有眼神交换，安慰和足够取暖。转了几个弯，只剩你发笑，微醺的灯光照亮谁的孤单。再见你说完，何从而往，你笑容平淡，我却读到情感。什么地方留不住，却又无法被冲淡，不聚不散。